同学你好，想问一下你对西农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刚进来就觉得学校特别特别大。我个人是想借助这个大学努力学习，然后我想考研或者是拿一些奖学金入党。家长您好，您好，想问一下您对西农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对西农的印象，第一是这个校园，来到这个校园，这个校园非常大，超出我的想象，这是第一。第二，这里边的餐厅非常多，用也非常丰富。第三呢，咱们西农的感觉历史积淀比较深厚，尤其那个三号教学楼。第一，这个其实也是我第二次来西农啊，我觉得这个咱们学校还是非常大，再一个的话环境呀也非常好，也希望就说是我的弟弟以后在这个学校里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学习的环境和这个成长的一个环境吧。在四年的时间里边，我希望能够孩子能够茁壮成长，在学术在各个方面能够有全面的提升。我希望我的女儿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四年的学习生涯里能够学有所成，考上理想的研究生学院。